在制药、化学、石油化工、食品等许多行业中，卡尔费修地定法是测定水分含量的首选方法。通过配备 OMNIS ME 一代机器人样品处理器，瑞士万通为大样品量的自动水分测定提供了出色的解决方案。一次性准备好您所有的样品，烧杯的空气密封瓶盖可有效防止环境水分的干扰，它可以有效减少工作误差。当您启动分析程序后，您就可以将您宝贵的时间投入到其他项目中去了。此时 OMNIS ME 一代机器人样品处理器可以在完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顺序分析样品。由于整个分析过程是在一个密闭的系统中进行的，所以实验人员完全没有接触溶剂和试剂的风险。OMNIS ME 一代机器人样品处理器进行样品测定时，执行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完全一致的，这就保证了精确的、可重复的分析结果。针对不断增加的样品分析需求，通过简单的升级，增加 OMNIS ME 一代机器人样品处理器，即可实现全自动、双平行滴定工作站。配备有 OMNIS ME 一代机器人样品处理器的卡尔费修滴定，更高效、更安全、更可靠、更灵活。